马耳他的第三天是个周日，听闻马耳萨神洛克的周日鱼市特别出名，因此特地将这个位于马耳他东南角的渔村安排在了今天。公交车停在渔村外的马路上，一点也不用担心找不着路，因为才早上9点，这里已经游客云集。刚进入鱼市时还觉得挺热闹，渔民们展示和出售着出海的成果，新鲜的海鲜，热闹的叫卖，优惠的价格，吸引了很多游客和马耳他本国居民。然而才走了500米不到，卖鱼的摊位就结束了，剩下的就是零零散散卖纪念品和衣服的摊位。鱼市旁是一个小小的出海港口，港口中停泊着马耳他传统小渔船鲁祖，每艘船的船头都刻着神明之眼，每对神明之眼都不一样。马耳他人相信，到了茫茫大海上，这双眼睛能帮小小渔船辨清方向，保佑出海之人平安返航。因为对渔村有些许失望，于是我沿着地图指示走向下一个车站，提早离开。这一走让我犹如发现了世外桃源般惊喜。沿着海边有一条蜿蜒向上的山路，走到顶端竟然可以将身后的渔村尽数收入眼底。前面是圣卢西安堡垒，后面是马尔萨神洛克渔村，左边是山崖，远方还能看到马耳他自由港，周围一个人也没有，有一种天下唯我独尊的感觉。感谢好心人提醒，才知道周日鱼市公交车会绕道至下一个城市停靠。已经苦等半小时的我不想走回头路，决定走向下一个公交车站坐车。好在天气不冷不热，一路沿海我也甚是喜欢。马耳他的三蓝分别是蓝湖、蓝窗和蓝洞。蓝洞位于马耳他南海岸，随着日光照射角度的变化，蓝洞内的海水会呈现出不同的颜色。天气晴朗时可以乘坐小船近距离欣赏蓝洞。由于已经在意大利体验了蓝洞的惊奇，所以马耳他的蓝洞并没有惊艳到我。坐在街角的咖啡馆，喝一杯当地人自制的柠檬茶，望着前方的海景，反倒让我更觉惬意。蓝洞共有两个公交车站，一个靠近游船码头，另一个在山上制高点。从底下走向山上的另一个公交车站，时不时回头再望一眼，每一眼都能看到不同的景色，每个不同的景色我都想用相机永远地记录下来。公交车旁有个观景平台，那里是蓝洞最佳的拍摄地点，可惜阳光不够明媚，照片还是有些许暗淡。下午5时许，终于来到了马耳他的首都瓦莱塔。瓦莱塔是一座拥有近500年历史的古老城市，始建于1566年，是以当年指挥马耳他保卫战的骑士首领的名字命名的。作为欧洲文化名城之一，瓦莱塔今年被授予了欧洲文化之都的荣誉称号。虽已是夕阳西下时分，可天空却突然晴朗了。站在夏巴拉卡花园的观景平台边，可以观赏大海港和防波堤的壮丽景色。沿着瓦莱塔的外围，经过弯曲的道路和陡峭的台阶，终于走到了位于大港口之上的上巴拉卡花园。上巴拉卡花园是欣赏对面三姐妹城风景的绝佳地点。在花园下方是一排11座礼炮，这些礼炮自16世纪以来主要用于报时，一直到1960年。虽然上巴拉卡花园旁建有免费的城市电梯乘坐，但我还是选择慢悠悠地走下去。快靠近瓦莱塔城门时，一阵阵吵闹的音乐声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循声而去，原来当天有狂欢节的活动。这个狂欢节的规模肯定比不过德国科隆，但是能在旅途中偶遇一次当地的狂欢节也颇有乐趣。伴随着吵闹的音乐和人们的欢呼，我踏上了回程的公交车，结束了这一天的旅程。